你敢有感觉这个窗户减一个啥？无啊，我感觉真好啊。我收到减啥？房价这么高，难免让头一边买厝的人哦，感觉袂喘气。即马加上这只飞鸟，就会当让人有一种海阔天空，生活袂这么叮当。而且，甲你这个画作互相呼应，你感觉啥款？小白兔竟然对我念念不忘，可惜我无法度回应伊的感情。我问你哦。你是不是搁在想迄个叫做飞鸟的网友？我才无这讲诶！我今嘛有为云哦，送给我的爱情护身符，这所有的渣男哦，甲软头灰全部散去，我也袂搁相信迄爱情骗子讲的话。总有一天哦，我一定会等到甲我有缘的人。我当面没讲是渣男骗子，阿哥无法度大声控，我真正有够冤枉。这里护照，这美丽家园样品未经完工，请验收。大理石几片留爱咋办？啊，还有什么艺术灯？一间厝才卖偌济钱，这两项加加起来就超过本价啊！你是超过伊真假意思，要给公司了钱哦？这所有的材料伫咧设计图顶端，拢经过审核，是你邓英娜我才会用的。啊！像别家有卖大只贴纸，咱是卖厝，不是开幼儿园。向代，家社会设计拢是我的创意啦，我想要用上好的材料打造一个属于家的城堡，让人感觉讲登记出来底会当放轻松，搁会当感受到温暖。这招的意思就是讲哦，人登记出来底会当充电，充电了搁会当继续飞出去。这不是恁美丽家园想要卖的梦想，恭喜。嗯，我感觉这个样品的设计虽然跟咱过去大气奢华的 style 无同，也毋过。算够较符合一般的人对家的想象，我感觉真好嘞。阿德利，把迄把刀摕去单调，换梵谷的向日葵嘛，较差不多。你袂用嘞，迄刀那是换掉，最近厝就失去伊的灵魂啦。咱是咧卖厝，我这唔管你是不是灵魂出窍。阿德利，进来啊！哦。副总，那是真品呢，爱几啊万，我那是摕去等，到时阵公司甲这条小算伫我的头壳顶，我爬不起啦。你无爱动手，我家己来。卖冲动啦，这不就是一百度尔，够酸呢。森林副总，这个插画家伫韩国的评价足高呢，有足侪建行拢想要甲伊合作，我保证。这边的合作一定会提高咱建安的知名度，请你相信这设计师的专业，好不好？是的啦，林真妮副总今日心情不好，你莫放在心内。其实我感觉黄设计师的成品有超出我意料。黄设计师，我感觉咱后盖会当继续合作。看到安迪替您讲话，今仔日就给您通过。啊，不过，若是后边阁想要合作，千万袂当阁出现送水果乌色的代志。若无，唔知影谁阁会互我杀你啊！好啊，验收完啊，会当等公司核章，然后讨论扫落来的进场时间，啊，阁有物业管理。好，我等起会赶紧处理。多谢珍妮副总，多谢安迪副总。
做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多谢。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哦，无懈可击啦，这次就成功是很厉害的。人走啊，你能起来不起来？我起不起来，就疼。我哪好意思跟伊讲我身体起来？你遐尔无爽快，干嘛叫救护车？来啊，你先起来，来来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。实在是。唔免叫救护车，我坐坐就好啊。啊，唔是啊，你安尼。都不会叫救护车哩，我靠，我赢货啊！二老公，什么代志？啊，你们今嘛人无爽快，规个面都青顺顺的，想要送去病院阁买，啊，这是要安怎？你来斗相共好不好？啊，哪会安尼啊？啊，不过我这阁有这些代志还未处理煞，我。我今麦夹袂开卡，啊！你用品屋验收完了没？好啊，拢好啊。啊，咋知啊？明天你还无爽快，就麦叫伊来遮陪我啊。无，你是啥袂用转去啊？啊，我陪你刷这一块，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多谢你耶。没没没。咁得嘛？你替我停一杯小茶。哦，小王，是你啦。你什么啦？够爱鼓励呢，你朋友哦，别困了啊！哎，别困了，别睬你，别睬。你去哪里耍？你是跟外口迄个人哦？伊是到底要对比，迄变态跟踪狂，伊知影我单身一个人住，特别我下班的时阵，伊拢伫咧路下甲我等，佮甲我讲一寡不打不起的话。我去报警。伊只是言语骚扰，伊嘛无行动，警察嘛无伊的话。就这款人哦，你愈吞论就愈超过啊。为滴我也袂当安怎，这毋是头一遍啊，惯势就好啊。你惯势就好，我来处理啦。你好美啊！啊？你好好你继续骚扰我女朋友，我拍到你不知人哦，知无？你讲看，我对付这款哦，干那样欺负查甫人的笨手，就安尼啦，以暴制暴，一次 KO， 一定唔敢再骚扰啦。多谢你。我好真济啊，无啥物代志，你当先转去啊。唔是啊，你看，你讲安尼，我哪有可能走啊？你是胃疼是毋？领导讲有啥物医药箱，我摕胃疼药给你。伫遐。啊，恁家有停药啊无啊？无，我去药局替你买好啊。啊，妹啊，是你，你啥物？你看啦，你听讲安尼啊，敢要去病院检查者？唔免啊，我逐个月拢安尼，你摕止痛药给我吃就好啊。逐个月？我原来是生理期哦，生理期有啥物通好歹势？
啊，搁有啦，因在遮附近的环境哦，较复杂。啊，到时阵哦，我摕两领衫给你啊，你趴伫个阳台，啊，搁门口口啊，藏查甫人的鞋，安尼别人就会感觉讲，你厝内底有查甫人，就不敢甲你骚扰。是的啦，我较早对你遮尼歹，你搁对我遮尼好。我主要是累啦，啊，咱即马算拢是合作的关系，有啥困难我甲你斗相共嘛是应该。是讲，你是人大，啊，你是亲人咧？哦，我伫从阮阿嬷，伊到底下讲，伊就喊咱来台北的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无怪你遐尔有闲，逐工甲我定调调。是的啊，迄段时间应该予你足侪压力的吼。无啦，嘛算讲是你的功劳啦。若毋是你予我遐尔啊侪资料，予我参考，我阁陪我死去去找家具哦，也无可能会有遐尔好的结果。总共一句，多谢你。我只爱甲你说多谢。我缪斯女神，我小白兔。你送美颜告诉阿伯，啊，有要紧无？徐维云啊，问讲你有较好无？哦，你家讲我好真侪啊。哦。虽然讲验收已经结束啊，啊，不过咱嘛算是朋友的关系啊，啊，朋友互相斗相共是应该。以后你若真正有啥不爽快，还是讲出来底有啥物需要修理的，甲我讲一声，免惊歹势。你先休困，我先回去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啊！我的平台真娘。谁？你怎么了？姐姐，啊！我是当时对黄玉生三心后干的呀。你妈没啊？啊！你老话，你继续骚扰我女朋友，我怕到你不知人哦，知无？原来去给一个人贴小保护，就是这款感觉。美颜失礼啦，我今仔日爱加班，较晚才去看你哦。我已经好真济啊，你唔免来看我，我无代志。我拄只伫咧花痴啥啊？黄玉生是维云翁婿，维云对我遮尼好，佮送我护身符，我哪会当对我闺蜜的老公有这款奇怪的想法？丁美颜，你较清楚诶。